第二十九题，以物体呈现黑色，有导电性却容易破碎，此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发现我们的乙呢，它是没有金属光泽，没有光泽，而且容易碎裂，表示它应该是非金属元素，而它居然可以导电。那么我们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是石墨，那么石墨是黑色的，没有问题。所以第二十九题问我们说，以物体呈现黑色，有导电性却容易碎裂，此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石墨。